OK，这是我们在那个釜山的民宿。这房间其实挺大，可以住对四啊，个床我可以再睡一个。对，可是我们三个人。人。对。而且这边最好最好就是地点非常好，一下去楼下就是光复路，然后就看到釜山对，釜山塔。外面，哇，釜山塔就在眼前。就把他的骨灰埋在他那个石头里面，中央有一个小小的池塘，里面大概是200公尺水深。然后他这么 detail，他上面写的、啊，好，在那边之后他会变成一个龙，然后保护这个海域，很有大爱的感觉。呀呀。国家宝藏，5000，5000，一个5000好像100多块，啊，还算高吧。乌里嘎，穷追，我打，好漂亮哦！这里很漂亮，不搭，而且非常的安静。Hello, you are married. We still love you. 就是他们那个10元硬币后面的塔，对，希望看到1300年，18世纪。1000多年，真的是世界遗产。他一直拍嘛，结束了庆州佛国寺的这个行程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来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主要是那个枯木。可是它如果折花开花，应该是非常漂亮的。而且这里也是遗产很多，就是他们可以看的东西很多，风景也很好，所以。有空的人，倒是不推荐。有空的人，没有，就是有计划来庆州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必有。有来庆州的话，对，是必来的。对。OK，我们到了下一个景点。What's the name for this place? This place is a Sokhulap. Sokhulap. 对，它在山上，所以视野非常的好。是库湾呢，你从那个门口，就是售票口那边，然后到达那个最大的佛像那边，大概是500公尺。好，佛像的英文怎么讲？Buddha。Buddha。英文教学。对，Let's go。石窟庵位于兔寒山，是韩国典型的石窟寺庙，新罗时期建的。它是以花岗岩建成的人工石窟寺院。这一整条路上呢，就是又会有很多这种灯笼，然后引导你一直到那个布达的地方。不要，可以喝水，我们等一下下来的时候再喝一次。那个布达就在这一栋里面。里面是禁止摄，可是你可以 Google 一下里面的东西。
他听说那个功法是世界最好的功法，那个世界他只说全韩国，你自己已经表扬。没有没有，我说那个说明牌上面他是写说是世界最好的功法。保护，对，这边就是遗址，你们不可以进来，不可以动。这个地方我们大概进来了十分钟就要出去了，然后门票一个是2000块。地方就是真的很闲，闲到不行了，就来吧。它其实还蛮大，它后面还有可以走过去的地方啦。大姐就是一些森林，对，就是一些这个吧。它是一个好的导游都会感兴趣。对对对对，他很想带我们去很多地方。很天然，非常的很天然，就是完全就是用土这样盖起来。这个就是观星台，第27代的女王善德女王，她盖了一个展，是希望利用这个占星的方式，对她的外交政治上可以有所帮助。这个建筑本身包含很多寓意，比如说窗户，就它上面下面是12层加12，上下是12层加12层，就代表24个节气，然后总共是27层，代表说她是第27个女王，然后总共的石块是将近361块，是等于是说一年365，接近365，一样也是2000多年前留下来的这个。我觉得这个陵墓这里还蛮推荐的，我很喜欢，就是很舒服。这是一家面包店，然后听说来庆州一定要吃的。
洗手。老师。Yeah, we're gonna say goodbye here to Oppa after 3 years. Yes, thank you, Oppa. Then next time, bring your wife and son, okay? Ready? Okay, bye. Have a good time. Bye. Thank you, Oppa. Salahe. Oh, bye. Salahe. Okay.